表面的快点好，再见。好，加油！合唱组合一起宣传，在德克福市的名人为今天的新闻报道特别加油。主导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是服装训练。非常之。两位先生教练哦，两位先生教练哦，
的得奖感言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我刚在台上讲的，其实对，我可以自称女神吗？刚才是在台上这样讲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其实是真心话。刚在台上说，其实大家知道我上一张拿到的奖是电音舞曲，这一次可以以抒情歌拿到另一座奖，对我来讲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鼓励我的一件事情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那我很感谢唱片公司给我这么多的空间让我自己玩音乐，不管是电音舞曲或者是谢氏情歌。那显然这歌不但很商业，但是大家又很喜欢，是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作品。也希望以后不管做什么专辑，唱哪一类的歌，快歌也好，抒情歌也好，怎么出怎么中。对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一路以来我的歌迷都很支持我，尤其在这样的一个逆境当中陪我一路走来，那我想这是给他们最好最好的礼物，谢谢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家人陪我，真的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有他们我才有办法走到现在。然后最感谢的是我的经纪人球球，他非常有光非常有眼光签下我。就这样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从台下走到台上走了十几年，我走得比较慢，但是我走上来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评审。然后我要感谢我的爸爸，然后因为他几年前在看电就刚好在看小燕领奖的时候，小燕在台上谢谢他爸爸，我爸爸转过来跟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要上台谢谢我？所以我刚跟我爸说，爸爸就是今天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谢谢他把他的歌声把他的帅气的外表然后遗传给我，因为他是我的音乐老师，我爸是音乐老师。然后而且我也谢谢他在我周转不灵的时候还借钱给我发唱片啊。然后再来我要感谢霹雳布袋戏，因为没有霹雳布袋戏呢就没有荒山亮这个人啊。那因为霹雳布袋戏在十几年来一直给我很多的空间，很多给我很多舞台，让我成长，让我茁壮，所以我特别要谢谢他们。那当然我说谢谢诸葛亮大哥不是开玩笑，因为我这张专辑其实他把他的处女作献给我，他写了一首歌跟我合唱，然后他也一直鼓励我，然后一直提点我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也特别谢谢他。另外呢，我要谢谢这张专辑的所有制作老师们。那刚才漏掉，因为太紧张了哈。那我的老师陈玉丽老师，然后武雄老师，然后黄世佑老师，还有小 K 老师、秀珠老师，很多我们的编曲啊、三秒啊，还有浩旭啊，我们的制作团队啊。接下来我要谢谢我的动漫音乐很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的这个同事，没有放弃我的同事哈。Tracy、Rene， 谢谢你们。小吴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最后重要的就是说，我的很多歌迷在我比较低潮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会一直写信来鼓励我，那也让我一直有这个动力继续再继续唱歌，继续做音乐。好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没有，其实我最主要是讲，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跟伍佰老师讲，说是他带领我进到这个行业的。因为我上个次拿是十二年前，那时候是乐团拿的那个奖，然后没想到竟然隔了十二年，然后才今天再拿到这个金曲奖。那我觉得反正一路能做音乐已经很感谢了啦，这样子啦。然后你有谢家人啊？对对对，家人，对他们头一次来看这个金曲奖。然后就让他们看一下金曲奖是，结果想不到就怎么样？对，因为想说来参观一下。我的得奖感言我完全记不起，只是一种在当下
不可思议的感觉，在台上感觉就做了一场梦，我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就是站在台上拿这个奖。 It's like a mission impossible， 但是我做到了。然后我还有说到什么，我就感谢我所有朋友，就是跟我一起入围的女歌手们。然后其实我这次很开心可以上台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一直很想办一个全女性的音乐节，这个东西我一直讲了很久，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说，如果我可以在台上再讲多一次，明年就会实现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就等着那个 Girls Power 的那个女性音乐节。太棒了。然后最后你有把它特别送给一个人是不是？我最后送给我爸爸，因为我觉得 这张专辑让我重新学会爱这个字，所以录制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坎坷，就是有很多的情绪，就是需要自己去，自己去治疗自己，然后用音乐去治疗。但是最重要是它让我重新相信爱的力量，所以我必须做这张专辑，做一张正面的专辑，把爱，传递给大家。对，就非常非常感动，然后是真的很开心。其实在这之前，今天晚上其实真的没有想到会拿那么多，因为所有的作品竞争真的都很激烈。就是我后来真的有把他们都买回家，好好的仔细听了一次，越听就觉得今天颁奖典礼应该是来陪榜的这样子。但非常幸运，然后也很当然很谢谢评审啊。然后作曲奖的这个部分，我本来真的觉得阿信的词是稳十拿九稳的，说真的，对。然后我的作曲应该是陪榜的，因为竞争有方大同、有张悬，然后蔡健雅，他们都是这个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但没想到他那个项目里面还有李宗盛，对，对。那但是我觉得阿信还是我们心目中最佳的作词人这样子。不要安慰我。怎么样？我偏要。然后我觉得作曲的奖项真的是属于大家的，因为他们几个就是大家的作词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五个人里头其实作曲的能力比较差的，可是刚好这个阿信这首《罗小芳》这首歌词，然后还有大家的编曲都帮了这首歌很多这样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奖是五月天的这样子。所以刚看到脸书有人说这个五月天七项拿了，五月天拿了很多奖这样子，可是偏偏玛莎这个人多一项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是瑞凡，对，玛莎多了一项。我还是觉得这个奖是五月天大家的，对，就不是我个人的，嗯，就是这样。我想今天对五月天来讲是真的是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除了最佳乐团之外，就是几乎都没有入围到一些像技术性的奖项，然后像制作的奖项，然后甚至连最佳专辑这样子的奖项。那对五月天来讲，因为这意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从我们一开始在做我们自己的唱片开始，都是五月天亲手，然后从录音、编曲、制作，然后写歌、写曲，都是我们一手包办。所以今天可以拿到最佳专辑、最佳制作，对五月天来讲，这个真的是意义非凡。那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出门前，就是我老婆有蒸了两颗粽子给我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寓意这样子，但是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真的很感谢他，然后也很感谢就是五月天的家人然后朋友们。因为五月天在做音乐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不顾一切，然后五个人就关在录音室里面，都没有想到，常常就会忽略掉他们的感受。那我真的要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人，然后还要感谢我们公司的很多同事，那他们都很有虚荣心。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这些有虚荣心的家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其实今天当然就是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这样子。那当然我就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那小玫瑰当然就是问我说：“爸爸你要去哪里啊？” 那,
那我就跟他说我要来参加一个颁奖典礼，那他就问我说，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颁奖典礼上可以拿得到奖？我说那就是像你考试要考100分才能拿得到。那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感觉，觉得我们很常有人问我们说，我们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，我们会给自己这张专辑打几分？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看一下，我们始终都会说99分还有1分的努力空间。但是我今天真的觉得我们这张专辑有到100分了。那希望之后的专辑就是能够再超越100分更高这样子。那再来是今天有很开心有6次可以上台拿奖的机会。那我在想说有那么多次上台拿奖的机会，那应该大家就不会搞错冠佑跟品冠了，这样。谢谢。那真的很开心。那五月天从1999年发第一张唱片到现在，13年，然后发了8张专辑。我想能像今天有这个机会，应该机会也不多了，这样。那可是五月天会继续努力，让这个机会呢可以变得更大一点。然后真的很感谢大家。然后一整天大家在这里很热，大家也辛苦了。对，总算是感谢相信音乐，然后感谢今天所有来这边帮我们加油的人。然后我本来讲什么忘记了。加油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那玛莎需要脱？不用。好的啊，有问题问玛莎吗？玛莎可以脱裤子吗？傻瓜当然不行啊。有问题请教五月天吗？入围7项，可是只有阿信那一项没有拿。说真的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我真的不会，因为其实今天拿那么多，其实对啊，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拿的有点心疼啦，因为其实每次宣布那个入围名单的时候，我都会看隔壁的，就是前后左右的人。那有很多今天是新生代歌手，就是入围很多项的。然后像谢和弦啊，然后林宥嘉或者魏如萱啊，其实坦白讲，我可以把我的分给他们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比五月天更多的鼓励啊，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，对啊。有没有什么话对他说？那个 Hebe 啊 ，Hebe 哦，玛莎请，玛莎，不然你多的那一桌送 Hebe 好了。没问题啊，当然好啊。然后他下一张专辑你就帮他写曲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有我这个荣幸吗？可以。对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蛮想合作的。对啊，而且他真的唱得很好，那张专辑真的。我觉得很好听，对。那我们就把玛莎金曲奖最佳作曲人送给 Hebe 了。人家退货怎么办？我们整更小。刚才有人吃粽子就是 lucky 吗？那有没有你们别的用 lucky 的方法来参加颁奖典礼？有吗？还有别的 lucky 的方法吗？因为你们真的得很多奖。至少看一点裤头，看什么颜色好了。买了，我跟你讲了，对吧？我自己讲了，今天黑的啦，对，对啦，没有什么好那个的，对啊，大家都对啊，就成年人了嘛，都欧龙几雕这样，所以没什么好那个，对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刚刚有网友反映，就是你们在小巨蛋上面吃香蕉违反规定，有没有话什么话要说？网友说的，网友说的。对，小巨蛋好像不能饮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部长没有说话，那我们应该可以逃过一劫吧？是不是？还是部长也说不行。部长可能就找不到五月天在哪里。没有开玩笑，因为今天部长有来跟我们有来跟我们讲话，就是他一一的拜访台下入围的歌手，所以我们觉得很温暖、很感动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我们对啊，让我们吃几口应该没关系啊。OK， 那香蕉到底藏在哪里啊？就是那5根香蕉是最后。那最后一个回答就是五月天香蕉到底藏在哪里？
交男朋友你就知道了。喂喂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没有啊，就是男生的裤子口袋都比较，我就说男生的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说男生的裤子口袋都会比女生的再深一点，不是啦，所以交了男朋友就知道裤子的口袋有多深，太过讲了啦。对，对不起，我们就是清新有文化的媒体们，如果没用标题的话，请说。香蕉藏在哪里是本届金曲奖最大的一个谜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恭喜五月天，谢谢五月天右手边，谢谢谢谢。